拿的太多线了，不抢了，到时候用多少算多少呗，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是星红，刚上店里面去拿点线。今天大橙子要去我班同学家给他家安灯，然后正好这不接翘要放学嘛，我们坐在车里面就一起跟着去，安完了直接一起回家。在那儿呢。你好，你好。十多米长。啊？在摄像来的。不，你这是啥情况啊？干活吗？一小时十块钱，一天挣个三千两千的，真可有。我给你的，我留没用。咋的？你家现在整苗忙了吧？你看看吧，这最小的棚还是最大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不撩不撩我兄弟实力是不是啊？你现在？我才最新。晚上我去接值班，你上哪给你值班了？所以现在不没活吗？啊，一小时十块钱雇人呢，就是雇不着人，来吧，我给你二十一小时，一小时给二十，公九，这还有个床，公司工作，来吧，都带个，公司工作你还管远近干啥呀？关上门啊，这屋里面。什么人在这睡觉啊？睡哪儿？就公司工作，睡十个小时，完了一天他也敢回家？他祸害你们这是。就床，这在这儿在中间啊，三个灯，完了电扯到这儿，这边，这块啊，那你从那边扯呀、啊，从这扯干呀、啊？你线你得过去啊，那你要线就在中间过去就完了呗。它要铁丝，这个走啊，在这走也行，到时候不行我拿那个挂那个，就是它漏了吗？这一整，不是我挂那钢筋上就行了。啊，那这不都漏了吗？一整上来了。这方言都行，现在不有塑料吗？等塑料撤了以后，我就放这个挂在钢筋上去。那现在电线就给你放这回事是吧？现在扯不扯都行，就大概比量一下子。啊，我觉得啥意思啊？明白了，好了，来开始捋线吧。捋十七米用不上十七米，就是你一共才长十七米，靠里圈儿，放里也行。放你咱找找圈吧，不是，我也不到里圈外圈，就放空调了。放地上行的呀，你这样是晚上能睡了吧？在这放地上，随便在中间掐折得了。你这样子更搞不着了。落到底上了，底下。好，就落到这 ，OK。你那个还有没有那个旧鞋啥的给我，我干活穿不响乎，有脚气也没关系啊。给我棚那个特写，你就是这一天造的，别老提裤子，老掉，瘦了。人现在穿的裤子正好，你这裤子瘦了还啥？人瘦了，我要裤子能掉吗？兄弟，你这个，我看到我顾不起你啊，你这一下搬三个，这钱咋算呢？按盘算呢？我没说我搬啥，我说你雇的人搬啥？在哪儿？在这儿行吗？你自己看，你家朋友有点远，你在这办公方便。这啥？在这里？在里边。哎呀妈呀！线甩的太少了。啊，这人就长完了，来五个人甩重长线。不是，那你的意思不想给钱呢？我跟你说，还给钱呢？还给？那你撤过去吧，你撤过去吧。啊，你撤了吧。老弟，你拿剪子，一会儿我脚的。不是，我干完我都得算数是吗？这一个算多少米，老弟啊？咱不能亏了，我跟你说。你那不是你那一步是两米吧？这怎么你算面积来的？十四米，从这过去完再拐过去，这弯我都没给你算呢。我谢谢你啊，你这是要回扣的意思吧？飘雪花了，太雪了，那里面太冷了，有点冻僵。是吗？那打火吗？好无聊啊！车上的车，你俩不开火呢吗？